彼得三世的正面肖像画是由18世纪中期俄罗斯顶尖的艺术家阿列克谢·安德鲁波夫完成的。彼得三世是彼得大帝的外孙，1762年被自己的妻子未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赶下皇位。这幅肖像是在他退位前不久画的，画家尽心竭力地把彼得三世所有的外部特征都表现了出来，这一点也是订购者所坚持的。因为彼得三世对自己的外貌自视甚高，皇帝富有表现力的别致的身材被描绘在华丽的皇室宫殿中，这里的一切金球、王冠、权杖、白釉披风都是皇权的象征。彼得三世对自己的画像十分满意，并为此赏赐给画家一枚钻石戒指。